都冇事啦，頭先。而家冇大頭之後咧，就艾馬帶曬中場嚟踢噶啦。喺佢身邊，譬如朗基斯啊、拉菲達啊，都係新人啫。迪奧高上嚟幫手啦，薩利哥薩擺前場，艾馬入射，冇要位射得靚夠啊！艾蘭蘇比亞力救艾馬。艾馬整場賽事第一次起腳啊，射翻殺位。大米就有啲失望啦，但係呢個波攞得好靚啊，網頂貼住嚟。